Twice 的 The Fills 被音乐权威杂志 Rolling Stone 评为2021年50首最佳的歌曲。让我们来看看评选的原因吧。九人旅团 Twice 专注于活力鲜艳的色彩和有趣的编舞，即使按照 K-pop 的高标准也是如此。Disco 流行音乐 The Fills 是该团体第一首原创英文单曲，当之无愧地引起了西方市场的注意。 The Fills 是 Disco 能量的光芒四射的爆发，具有巧妙流畅的低音线、巧妙的人声编排以及今年最激动人心的合唱之一 Boy I know you got the feels 将会在你的脑海内重播一整天哦。